华人班授课。同修阿弥陀佛，啊，我们这一节继续来讲64卦免疫爻，它的功能与功德。啊，当然了，我们目前用易经人生这个为主题，好啊，来跟各位讲解最初级的、最简单的、最初级的。但是最简单最初级啊，你来占某一件事情的时候，神也不骗人，神也不误人，神佛圣神菩萨众等呢，他们必定借各种的因缘来跟各位启示世事上一切的正负两面的事，这叫做如来，啊，如来开口，啊，我们一位大师呢，他悟到一句话，青山绿水，原是如来最上禅，青山绿水，原是如来最上禅。啊，如来一切的视线，他会借着青山或是绿水、山河大地、草木、飞禽走兽，都在视线给我们看。那么所有视线一切的事，也都是神通，已经具足神通。啊，无论一只蚂蚁，啊，无论。啊，一条蛇也好，都具足的神通。啊，我们这禅皇，这里第12个禅皇，发生在6、7年前的事情。刚好我们圆道法师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我要做第12皇，离厕所近，扫厕所也近。有一天早上呢，他起来，他床铺呢。那个蚂蚁好几万只哎，都是很大，像你们这些被叮了那个很大大那个这么大只的蚂蚁，他来跟你们结缘，跟来跟先人你们啊和你们打招呼。哇，早上起来哈，看了吓了一跳出来，全场的都满满的，只而且。我们睡着，他在旁边排队，那化成人形，去把他看了就恐怖哎。但是不咬他，我们生活室的蚂蚁很可爱哦。哦，除非他咬你，你再把他打死啊，不然不要打他。啊，不得已师傅姐，送你们赶快上西天。啊，怎么办呢？他问我，哎，静下来。老祖跟他说，哦，我说老祖要告诉你，他你赶快点一支香，说蚂蚁公蚂蚁婆，哦，我的疗房说好疗房是我修行的地方，哦，你不要来，你会被我，哦，被我压死，哦，那就很对不起，请你速速离开。啊，他就把香插在门的旁边。过了1、2个小时以后，去看了，连一只也没有，都跑光光哦。嘿，很妙哦。
他听得懂话，香一点呢、啊，他就开始会印心了啦。那天晚上，我们约吴师兄11号，啊，疗房呢，三更半夜快11点了，睡不着觉。严道华说：“问他吴师兄，你怎么不睡？”“是啊，什么？你是什么？”我都是卧室整个都蚂蚁满满的，啊，不知道怎么办。严道华说：“早上我那一队的军队呢，一到移师到你的卧室，啊，移师过去你怎么办呢？也不能菩萨。啊，我听师父说，用写着字贴在床位哈、床板上面，高高墙上，点一支香，告诉他们，叫他们离开。”他就用一张寿金写了蚂蚁公蚂蚁婆，啊，这个11号疗房是我修行的地方，啊，你请你离开，不然会被我把你踩死，啊，我不想结仇，请速速离开，啊，吴某某，啊，就把它贴在矮矮的墙壁上，相差的。好，过几分钟呢，他去看呢，蚂蚁开始排队在看那个字，他看到字呢就一直出去，我外面试试看了就出去，哦，看到都会排看字呢，会读书哎，会读文字哎，哇，这就一下子，他半个钟头全部跑光光了，他就能睡。你看蚂蚁，他也看到，他也识字，不是蚂蚁不识字啊，这个都是妙法。然后在我们大环寺，我的疗房很多蚂蚁，我们的大安寺的啊，在那边的工作的师姐，哦，就赶快写个红纸，蚂蚁公蚂蚁婆，这个疗房是师父修行的地方，你不要影响师父的修行，好，以后不要再来，因为我一个礼拜才去一次嘛，贴了，我去看了，对，有一张纸呢，看一下，哦，跟蚂蚁公蚂蚁婆，后来我们到周师姐呢，那师父啊，哎呀，那一段蚂蚁太多了，我写了以后都没有蚂蚁进来，那么请问，蚂蚁是不是认识字？哦，我们好多师兄师姐用这样，啊，还有呢，好，我们有一个要动土，施工动土有榜文，告示五阴杂劣，啊，在我们的动土的四个方位，啊，告诉五阴杂劣，你们不要来，我什么时候要动土？3天前，跟他们说，哦，把那一张像一个榜文。啊，符令式的，啊，用金子烧在旁边，四角烧了。等到第三天你要动土的时候，一只蚂蚁都跑光光，啊，什么小虫都跑光光，大家就不会结恶缘。啊，你们要的话，我们得请啊这个师兄呢，好，把他准备一些给你们。这个都是妙法。啊，不然呢，我们动土会伤到无辜的众生。那么你榜文公告了，他们进来，他被伤害的是他的事情，我不跟你结恩仇，话说在先。但是这些小小动物，他怎么知道呢？哎，你写的，我要写一张在那边，啊，四角把它贴着，蚂蚁什么都跑光光，啊，虫也跑光光。蝴蝶跑光光，他绝对不会来跟你，啊，作冤作对，而且，啊，里面的一些小虫，或者说蚯蚓也会跑光光，很妙，很妙啊！所以他们本来这块地安安静静的，啊，当然其他众生会来嘛，动物会来嘛，那你怎么样不结仇呢？这也是妙法哎。
啊，所以不与众生结冤仇，啊，是这样的。那么我们一件事情要做，有勇要有谋，三天大序。啊，那三这艮卦在已经在上卦了，啊，天在下，山在天的上面，那就三天大序，可以大有所为，啊，可以正式得开。大有所为。那么我们要问一件事情，若是说啊，动在第五爻，第五爻，第五爻的第五个气层，第五个空间，啊，第五个阶段，三天大序，那么我们就看书上啊第152页三天大序，这是六五。阴为六，阳为九，九六，哦，啊，这个六五有效的主旨，应当正本清源，啊，以其无所生是上策，啊，有效的主旨呢，当一个人表示说，这个人有勇无谋，有勇无谋，三天大序。有勇要有谋嘛，结果问事业的时候，他就是有勇无谋啊。那么要阻止他横冲直撞，没有办法。那么第五页啊，第九五的六五的，告诉我们有效的阻止他横冲直撞啊，应正本清源，告诉他因缘果，告诉他因缘果，正本清源。啊，那么以其无所生是上策，是上策。这是我们站到这个卦，我们要了解怎么做。那已经成好，啊，到六五爻了。那怎么退后一步？退后一步就六四，不是天安门事件了，哦，嘿。六四第四爻，你看第四爻这一。最有效的主旨是止于未然，止于未然，他已经动了，止于未然也是没有办法。哦，那么好了，就进前一步，到你看第六爻，第六爻，啊，最有效的主旨方法是不阻止，而是疏通，以达到圆满。那么一个人他已经横冲直撞，哦，东奔西跑了，那你怎么办？你要阻止他，告诉他正本清源没有错，以其无所生没有错，但是已经生了，你怎么办？就是不阻止，而是疏通。你阻止已经出去了，疏通给他智慧，告诉他利害关系。既然已经走了，缘已经生了。缘已经生了，啊，就不要，啊，你阻止他，你阻止也没有用。那么告诉他，啊，就是疏通，啊，以达到圆满，达到圆满。曾经我们一位家长带了呼吸的，带了一个孩子来了，来到仙佛寺。原来了，他要带来给我骂，哦，一直喊打，同样的父母喊的喊打还不够呢，还请别人参与一起喊打，结果带来我看这个小孩子很无奈，不是不乖，啊，那么啊爸爸妈妈呢，他说叔啊，我的孩子很不乖，怎么样怎么样，我说你孩子不是不乖，你不了解孩子的习惯。不了解孩子的根底，你能生他、养他、培养他、供给他一切的费用、生活、长大，但是你不了解他心灵的世界是怎么办？啊，这个孩子啊，他不是要读书的，他这个小朋友呢，啊，是来玩东玩西的，哦，你要他读书，要他的命，啊，孩子，对啊。要读书比我要杀比杀老还难过，
啊，他每天呢下课完的时候就跑到摩托车的店啊，好在哭在那边看见修摩托车，他很高兴哎，很高兴。哦，妈妈、爸爸又，哎呀，现在什么时代了，还是做修理摩托车的，啊，因为爸爸妈妈也都大学硕士毕业，啊，对孩子这样呢，感到好像很脸挂不住。我说不是这样，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大材大用，小材小用。啊，所以啊，他爸爸呢问了怎么办？书，我跟小朋友，我们来交个条件。哦，那好啊，什么条件？你每一科刚好六十分就好，也不要59，也不要61，啊，你去每天去看这个摩托车修理都可以，但是你分数不能低于60，也不能高于61。那小孩子是不是很高兴啊？哈，那我可以了，没问题，哦，很高兴。结果呢，过几天又跑来，老师啊，不对呢，你耍我哎，知道你耍我，哪里耍你？对呀、啊，你说就刚好60，那上下那还比考100还难。好了，考100还难。好了，没关系了，你哎，摩托车好好去学习学好，以后可以做摩托车公司工厂的老板啊。对啊，我就这么想啊，他就这么想，所以他呢，国中一直成绩一直进不来，直到高中，那么最烂的学校的高中，哎，摩托车正好修理，他说最烂的学校我才有机会去研究摩托车，这样，等到高中呢，发觉他整个人思绪变了。哇，读书的好，第一年读就不想读，就再转校，转到好学校，现在大学研究所都毕业了。若是当时呢，你用一种很强硬的方式呢，好，小孩子干脆就放掉，他就放掉了，没有用。疏通，了解孩子，那么你要了解孩子怎么办？像这个三天大畜的命卦，有勇无谋，你怎么学，怎么教导？啊，有勇无谋，他的文昌很暗，文昌没有看到文昌，啊，你怎么办？啊，文昌暗呢，你也总不能说这样一直读书，与生俱来，爸爸妈妈的责任呢，你没有叫他把书带下来，你没有把书带下来，我卦中都没有文昌啊，那我们增三仆役会教你们天机命卦。啊，哪一个有带文昌，哪个没有带文昌，带什么下来清清楚楚。哦，来，我教传授给你们，啊，天机命卦从易经看下来，啊，你们的要排紫微斗数排了20分钟到30分钟，啊，那么天命卦呢，好，你来看呢，你不能超过10秒，超过10秒就不及格，那你们是等于神通。这神通就治一切法为神通，成就一切法为神通，庄严一切法皆为神通啊！成就一切法，即是神通力，成就一切法。水从天上掉下来，成就众生，让他不会看枯枯死，也是一切法。好，也是庄严一切法。因为这个花木已经头低低了，很难看了，水赶快来，也庄严它，让它开始头又抬起来，也庄严一切法。好，再想圆满一切法，这个花
哦，那个树花呢，它要开得很漂亮的，给大家看，给大家很高兴，也是庄圆满一切法。那么水是不是有神通力？水啊，水有没有圆通力？有啊，光也有圆通力耶，风也有神通力耶。啊，很多人把神通看了一种罪过，很多人把神通啊看了一种不可思议。事实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展现你们的神通力。那么黄医师，巴西黄医师，他有这个中医能够救人，也是神通力啊。神通力的借助相辅相成就视为神通力，两个相辅相成起来一个果都是神通力嘛。好了，我们这一支笔，如果没有塑胶，没有那个水，你写不出来。那到底是谁有神通力？花瓶有神通力吗？也没有啊。那么你写字的人需要这个笔尖水共同成呢，这个就庄严它，成就它，好圆满它，庄严就成就一切法，好，这庄严一切法，圆满一切法，就是神通力。好，妈妈都煮饭，哎呀，今天特别香，妈妈好像有神通力哦，怎么今天煮的特别香？神通力，啊，那么好了，饭特别香，你要水来煮，要妈妈神通力。妈妈东西都有了，还要水来成就，瓦斯炉，瓦斯来成就，这都是，所以整个神通力是一个共同缘是缘的合伙而成嘛，视为神通力嘛。啊，所以各位啊，我们这对这个神通的定义，好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耳通。眼通，啊，他足通，身足通。你们从过国回来，你们已经展现到了身足通，而你们有眼通，啊，你们在啊电视媒体上看到一些啊一些广告，也是身足眼通耳通，那么眼听到报告，所以每个人都有具足。因为我们的心，我们的大无其外了嘛，地球是在我们心中都包含了，都包含了，包容了嘛。好，而地球上的万生万物本身也都有，就在我们心灵上都有了嘛。所以地球上一切的成就，一切事情都是已经具足了神通，大家都有神通力了啦。他曾经在彰化有某一个佛寺的出家女师父，有一次呢，啊，他突然间呢，啊，哇，比较乱言乱语呀，神事不清了。好啦，啊，寺的住持师父呢，就拿了香板，要不赶他的魔鬼，啊，把魔鬼赶走。哦，过去刚路过了，很可怜，好几个把他抓着。好，用那香板一直打，要把这灵界打出去。他说你打，你再打我不出去，打死你，他这个身体打死我在里面，我也不出去。哇，一直打，一直打，打的哇哇叫，是原来的某某人，哇哇叫，啊，打了晕过去了。那灵界一头抬下看他看一下，又再看一下。你在打吗？弄成了不知所措。我说阿弥陀佛，你不要把他看为鬼，因为佛如来一切的视线在世间上，因为地球上所有的法界众生在地球上，包括人也在地球上。那么在地球上，我们的佛的心量大无其外，心无其细无其内，大到满三千大千世界银河星系，所有一切众生都在我们心中。那么你为何当下你说他是鬼，要把他赶走？
你要赶到哪里去啊？我问你，我问了这位师父老师，请问师父，你要赶到他哪里去？离开地球，要赶去离开那里去地球去？我师父啊，错了，不要这样啊。然后你好好做了，我念经给你，你要多少经你讲。哎，我要什么？哇，这样，哈，你那么贪心。那么贪心，你要那座经差不多要一个月呢，看你怎么办？要一个月才念得完呢，一步一步被念得开来了，叫一个月。我说师父啊，要游泳要有魔。啊，你告诉他你最缺哪一部经？他说最缺哪一部经？真的，他真的好，就问他了。他说你需要最缺哪一部经？我知道你过去也在修行，很多经典呢、啊，你都有在念，但是你的执着糊里糊涂，所以你执着了。现在又借着这个出家人的身上来这样不对的，应该速速离开。我念经给你，啊，这个功德也给你，你静静的听，啊，这个听闻这个法呢，其中任何一段经文对你都有益，好好听，哎，有效呢。他就打了整个身上，他也不挨，为什么不挨？因为身体不是他的，好、啊、被打的都化清，好、啊、也不是他的。那个另外法界灵界的，他既然是他，好了，你练，我需要哪一部经，他就练，一直练，一直练，练就练了，练了，啊，停了，好了没有？够不？没有，再练，再练，再练了两，这部同样一部经练了。到底好像十几遍，花了三四个钟头，好了没有？好了，那我离开了哈，再见啦。好，再见啦。好的，那个出家法师呢，醒起来了。哎，我怎么这样这样？哎呦，我身上好痛哦！刚才打了，不是打了那个灵界，是打了那个的肉身啊。所以很多一切法，包括那一位进来，他也有神通，也有神通，每一个都有神通力，一支笔，一个灯，都神通力，太阳也是神通力。所以我们把神通力啊，鬼谷先师啊，老祖啊，他告诉我们说，能成就一切法的人，啊，装一切法的，圆满一切法则。啊，极为神通力的人呐、啊，好、哦，这样知道吗？以后你们就不会随便被神通力把你们捉弄，因为你们一学了，包含着三千大千世界，念着所有一切众生，啊，包容着所有一切法界的众生，那么大家是不是有神通力了？本来就具足神通力嘛。只是没有开发出来而已嘛，所以在世界上呢，啊，我们人呢、啊、都很容易哇，有勇无谋，横冲直撞，结果呢，弄成自己苦哈哈的啦。好、啊，若是这个三千大戏，好、啊，我们动在出窑，好、啊、动出窑呢，就是说大有积蓄，应当适可而止，得意不可再亡，叫我们要知足常乐。知足常乐，第二爻呢，也就是说，啊，大有积蓄，应当积谨，应当停止时，应当断然停止，就是知机，啊，知机。所以《易经》里面六爻里面告诉我们很多很多啊，我们一些人生必备的。所以各位对世间一切法。那我们再过一段时间呢，任何一个法，任何一个对与不对，是与非，善与恶，我们可以从义里面来找到一个解答。那么我们就是究竟就能涅槃。啊，究竟是什么？知道事情的本末。啊，指什么涅槃？啊，就我们心安的境界，不要再为这件事情烦恼，就是涅槃的境界了啦。阿弥陀佛。
现在收看的是为